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第三册。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第34卷，在第973页。973页。那我们就直接看后官院长的这个讲义那么也就是在第34卷之前有大写的一跟什么大写的二有没有欲见三世十方诸佛国，那么当学般若波罗蜜那至于要听何是佛陀要说什么样子的法呢，就在大写的二欲听闻读诵受持佛所说的十二部经，那么当学般若。所以呢33卷34卷呢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什么般若。那我们今天进入大写的三大写的三呢，那么就是这个欲信持三世诸佛法，自行叫他当学般若。好，那这个经文说，复次舍利弗，这是佛陀对舍利弗所说的，说菩萨摩诃萨，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当中，诸佛所说的法，已说今说当说，这是不是三世啊？过去世已经说了，今世那么这一世应当说的，乃至未来，未来当说过去已说，现在今说，乃至未来怎样当说那听闻了以后呢，欲一切信持，那透过一切透过听闻过后呢，我们信解受持信解受持之外呢，那么就要当作自己修行的的一个依据自行，那之外还要亦为人说者那除了自己修行的依据之外，是不是在日常生活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人如果有有烦恼有执着啦那么种种呢，我们也能够怎样为人说为人说者，那所说的是不是都要应该要引经据典呢所以呢就要当学什么般若波罗蜜这是经文了经文。那在论的本文就讲到说因为以这个在第一第二的地方大写的一大写的二都是在第33卷那么其实都已经讲了欲一持十方诸佛所说的法，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的说信解三世佛法呢都已经说都应该要怎样一持不忘嘛那为什么还要再次的强调呢好，那论主往往一方面可能有外道来问难，那一方面呢佛那个龙树菩萨也会怎样设问，对不对然后呢由龙树菩萨论主来这个自答回答了就说以前以上所说的是欲一持十方佛法，十方是属于什么空间的空间的，那么因为不知道是何法，所以第二呢因为大写的一是不是在一持十方诸佛法那至于内容呢佛陀所说的我们想要听闻十方诸佛所说的法是什么样子的法呢，其实都在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呢，所以第二大写的二是不是就在讲其实就是要受持佛所说的十二部经那这些都是佛法还有呢声闻他所不闻所没有听闻到见闻到的，因为声闻比较以自我解脱为主嘛，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大智度论
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对不对？它是不是属于大圣经典？就有可能啊，声闻圣所啊，这个不相应的或者没有因缘去听闻的啊，那这些呢，那么都是在前面啊所说的啊，所以呢，上淡言呢、啊，虽然前面已经也讲了哈、啊，是恒河沙等世界诸佛，那但是呢，今言。恒河沙怎样三世诸佛法，是不是强调了时间啊？前面十方强调的是空间，所谓的空间就是在现在来讲的话啊，近十方遍法界，是不是都有非常无量无数的世界啊？有些世界是有佛陀有佛法的，有些世界是怎样没有佛法的啊？那但是呢，这个是在空间上面来看待，所有的佛所说的法，无非就是真理法则，啊，来让我们透过真理法则能够验证到真理的现象，透过验证真理的现象，是不是就可以自我解脱？或者哈、啊，以声闻就是自我解脱，以菩萨道呢，就是帮助众生解脱，到圆满究竟圆满而成佛嘛，哦。那但是呢，我们说现在大写的三强调的是时间上的，过去的，啊，现在的乃至未来，啊，所说的法，啊，而且呢，上面又这个但说就是只说了哈，受持不忘，啊，能够受持不忘，没有去讲到受持的什么利益啊，所以今言呢，啊，这样子的受持有什么利益呢？一个是自为。哦，也可以为自己来说，哦，那前面经文是说自行，所谓自行是不是就是依据佛陀所说的法来怎样修行啊？这方面是不是也能够怎样能够去解帮助啊、哦、我们周边的人，帮他痛苦烦恼啊、哦、执着啊、哦、那乃至生死轮回不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根据佛法来为他人说？哦，所以呢，事故呢，再一次的说，好、哦，这是第三大写的三，好、哦，那强的从时间从空间再次的去强调时间这个部分，好、哦，好，那大写的四呢，啊、哦，就是说欲闻过去啊、哦、未来诸佛所说的法啊、哦，那是可以自利而且怎样利他的啊、哦，那么当然就可是。应该要怎样要学习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好、哦，所以呢经文就讲到复次舍利弗、哦、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们、哦、过去诸佛说已经说的还有未来诸佛、哦、应当要说的、哦、那我们都想要去听闻、哦、这个已经听闻了、哦、或者这个能够自利、哦、因为都可以拿来当作我们自己的什么、啊、修行的依这个标准哈依据了，能够自利，而且还能够去帮助他人利他，那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透过学习般若波罗蜜而来完成的了？好，在经典上哈经文上，好，那论主的论文这里就讲到啊，这个也设问哈，那一方面可能也是外道啊，外道的这个。提问哈，说十方现在佛所说的法，我们是可受可持啊，好，但是呢，过去的已经灭了，未来的还没，好，还没有来临，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听闻呢？好，好，论主啊，他就回答说，这此意已先说了啊，其实这个的问题在。第33卷的地方已经讲过，但是呢，在前面已经讲过，但是现在还可以再一次的这个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可以根据什么定力，可以根据定力的关系。所以呢，论主就讲说，菩萨有三昧啊，菩萨是可透过入定的方式。哦，有一种入定的名称叫做观三世诸佛三昧，哦，它是可以去这个透过入定之后的观，所以我们常说所谓的入定呢，不是只有止啊，
其实它是必须要止观双运的哈，止后呢能够观三世诸佛三昧，好的这样子的定，可以超越时间啊，去观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啊三世诸佛的这种定境。如果菩萨入世三昧哈，能够入这样子的定境当中呢，那完全可以见到什么？能够听闻见闻到三世诸佛，来听闻他们说法，好，所以虽然过去已经灭了，未来还没到，但是呢，菩萨只要是入定，是不是都有可能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凭着菩萨的什么定力，好，那第二个啊，那这个定力呢，也如同啊，在下一页了哈，就譬如外道神仙呢、有一些。因为在佛教之外是不是也有神通的能力啊，宗教来说的话哈，那么其实也有神通的能力啊，那对于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形成之前，还没有言说之前呢，那么如果以智慧力的缘故，是不是也有机会啊，也有机会能够怎样听闻见闻的，所以是不是可以凭着两种力，一个是定力跟什么慧力啊，这两者其实它超越了时间空间，超越了时间，尤其在三世的这个部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菩萨因为他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虽然未来世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言说，却是菩萨呢有能力怎样能够见闻听闻得到，或者以陀罗尼力啊，陀罗尼啊是一种总持的能力，它可以总持一持不忘，所以呢或以今世彼之过去未来诸事啊，它也可以做推论啊，因为现在所听闻得到是不是跟过去的有雷同之处啊，这个因为所有三世十方三世诸佛无非最核心的是不是就是要教导我们啊，这个属于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真理法则就依据真理法则，是不是才能够达于真理的现象，那就是超凡入圣啊，圣者那声闻圣自我可以了脱啊，如果菩萨圣是不是就是帮助众生解脱生死啊，所以呢这个都还是可以这个去推论的啊，所以或以今世彼之过去乃至未来诸事啊，因为都有它的一个依据的标准啊，所以呢这里第三个就是结语说，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欲得世者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应该要学的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可贵之处啊，般若波罗蜜是不是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啊，为什么能够超越，就因为它透过因缘，透过因缘的流转，如果现象的话呢，现象我们往往会受限啊，我们要能够看得到现象是不是都在现在啊，就算我昨天有种种现象，我们都还是什么，还只是记忆啊，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在现象上呢可以说是以现在为主啊，但是呢过去乃至未来呢，过去的也是因缘和合之后缘生之后的缘灭，是不是才来到了现在，现在缘生之后呢，那现在世是不是也会缘灭，缘灭是之后是不是就流转到未来啊，只是透过因缘的流转，所以般若的可贵啊，般若最可贵的是不是就是因缘法，也是透过因缘法我们才可能超凡入圣啊，也才可能逐步的向上提升，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修行就是一个是向善嘛，七八世里面的因缘，那么一定要怎样善因缘多，造善业啊，这个能够投生在人道啊，以人生是不是才能够学佛，才能够累积修行的功德啊，资粮啊，智慧资粮啊，之外就是能够听经闻法，还要修智慧，向上修智慧啊，所以呢前面就说如果想要听闻过去未来诸佛说法，那这些是不是也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那
还是要透过因缘法，也就是般若来波罗蜜来完成的。哦，好，那进入我们大写的五，哦，说如果，哦，这个在经文，哦，就讲到十方如同恒河沙等诸世界啊，哦，十方也是等于是无限无量的空间啊，在现在来说十方，哦，是不是也都如同恒河沙等的诸佛世界，哦，用恒河沙就是在形容无量无边无法去数的，哦，这个是这个没办法用数据来表达的，哦，就是这么多无限无量的世界当中，那中间难免有什么，有暗处，哦，那所谓的暗处就是什么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哦，那想要持续光明普照者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啊？好，哦，那这是经文啊，欲持光明来普照一切世界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样要学般若来波来完成的波罗蜜嘛？哈，哦，好，那论的本文就讲到说啊，那么就在解释啊，这个中间暗处日月不照的话，会是什么样状况呢？啊，其实是不会的了哈，因为有佛陀的出世啊。那佛陀出世之前，当然就是以什么菩萨身，哦，因为是行菩萨道的圆满，是不是才能成佛？哦，所以呢，是世尊哈，哦，成佛之前，那么也就是菩萨，所以这里指的菩萨就是释迦菩萨。释迦菩萨从兜率天呢，哦，他是从兜率天怎样降生人间，哦，降生到他的母胎，然后佛母摩耶夫人，哦，所以他在降生母胎的时候呢，他就身放光明啊，他本身是不是就充满了光明，能够遍照一切世界，哦，那么乃至世界的幽暗之处，哦，幽冥之处呢，都能够遍照，哦，他下生，哦，从兜率天下生人间的时候就能够如此，哦，那这个入了母胎之后，是不是就要，哦，接着就是怎样出生，哦，世尊的出生，菩萨的出生，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光明遍照的，哦，那这个出生以后，哦，经过他的成长的过程之后，就去这个修行，哦，然后这个成等正觉，哦，出成道之后，是不是又转法轮，哦，乃至到他这辈子，哦，以色身呢，那么波涅盘，哦，等于是这个临将，哦，入灭，哦，的 这几个很重要的时段，是不是都会现瑞相放大光明的，哦，皆亦如此如是啊。那基于还有的其他的时间来说的话，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也会怎样现大神通放大光明啊，哦，那就如同想，哦，欲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也会现大神通，以大光明来遍照世间的什么幽冥之处。所以其实在这个没有什么中间暗处啦，所以就凭着因为有释迦菩萨到释迦佛，他本身是不是都是光明遍照的，哦，所以呢如是彼呢处处，哦，经中说怎样神通光明，哦，如是类，哦，这个彼就是什么类的意思，对不对，哦，注脚的七啊，哦，如是类呢，如是等种种的，啊，现象，佛陀是不是经常在现瑞相，哦，尤其在说法的时候，哦，那个人生的重要过程当中，当然也会现瑞，哦，现瑞相放大光明，那佛陀说法了入定，是不是也都如此啊，所以它本身都是非常的光明遍照的，哦，好，那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哦，因为此是佛力啊，为什么还要说是菩萨呢，哦，佛身是可以放光明的，但是菩萨能吗，哦，好，所以呢论主这里也 答说、哦，第一个呢言菩萨呢想要欲得事者啊，
啊，因为佛陀的啊能够成佛，是不是就是要经过菩萨道的修行？啊，菩萨道上，菩萨呢就是不断的向上修行嘛，啊，向上修行。所以呢，在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要透过波瑞才能够向上啊？啊，所以波瑞里头是不是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都是让我们放下自心妄执，是不是才向上，放下向上，放下向上的？哦，所以菩萨一直累劫数世，是不是都是一直在累积这样子的？哦，等于是累劫数世的去放下自心妄执，而向上提升，向上提升。哦，也就是朝着光明的方向去啊。哦，一直到所谓的诸大菩萨。所以诸大菩萨，所谓的菩萨摩诃萨，就是在那个已经是分身的菩萨。哦，第一大欧僧祇劫，第二大欧僧祇劫，是不是都还有父母生身？到第三大欧僧祇劫呢？哦，因为已经解除了父母生身的束缚，所以他可以分身无数。哦，他就几乎那个能力，哦，慢慢慢慢，只要把，哎，他的第八世的杂染的种子能够出清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第七世的什么，没有第七世的杂染了。哦，第二大欧僧祇劫，他之所以能够分身，就因为他没有第七世的杂染，而我们只要第七世有杂染的话，都离不了父母生身，哦，就会离不了父母生身的。哦，所以呢，诸大菩萨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哦，就如同遍及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哦，观世菩萨、得大势至菩萨了，明王菩萨，哦，无量光菩萨，这个都是属于什么大势菩萨、菩萨摩诃萨。都可以分身无数亿的，啊，是能有实力的。它本身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发光发亮，而我们因为具有父母生身分身乏术，对不对？那因为有父母生身呢，我们就受到时间空间的什么束缚，啊，就会幽暗啊，啊，一旦脱离的话，那自然啊是放大光明的。哦，所以他是有生出无量光明，能够照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的光明的这份力量，哦，能有实力的。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诸佛菩萨，有没有诸佛菩萨指的菩萨都还是第三大欧僧祇劫以上的大菩萨，他，哦，只是他还不够到成佛的圆满。哦，不过呢，他起码脱离了父母生身，哦，能够在三界之间、三界之中，能够怎样这个自哈，哦，这个任行哈，哦，等于是任运自如啊，哦，毫无障碍，哦，好，那这是大菩萨有这样的能力，好，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哦。哦，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当中呢，诸佛诸菩萨呢也是身出常光，照十万有许，哦，照的那个距离也都非常之大的。哦，所以呢这里讲到菩萨他本身就能够放光了哈。那如果是还有呢第三个说身光的因缘啊哈，也就是说菩萨身光如是啊，那本以何业啊，因缘而获得的呢？啊，那论主也这个回答说，其实因为身业清净的缘故，就因为身业清净，啊，所以能够获得啊这个人生的什么庄严，啊，那如同经典里面说啊，有一个鬼头四珠啊，臭虫从口出。的一个大菩萨，哦，啊，这个虽然他身有金色的光明，哦，但是呢因为这个鬼头菩萨来讲的话，他宿世做比丘，为什么他的这个口会出很多的臭虫？就因为他恶口骂力克比丘，哦，他是不是下过这样的因缘呢，啊，哦，所以他的所获得的这个果报就是这个口出臭虫。哦，但是因为他身持境界，所以他身还是能够放光明的。哦，口呢，哦，口业有恶言的缘故，所以会有臭虫从他的口中出来的。
所以呢，如果能够守深夜的光啊，深夜的清净，是不是也能够获得深的光明啊？如果守口业的清净，那也能够怎样啊？能够获得口业的光明。所以我们看那个图像，在隋唐之后，那个菩萨像是不是都在好像画了胡子一样？其实那叫胡子啊，胡子就像佛陀是在顶上有肉髻，哦，那在眉间有什么白毫？菩萨呢，果位比较低，对不对？所以他是在嘴边放光，他那个胡子表示他要放光。哦，因为菩萨是不是都要苦口婆心啊，不断的透过啊，透过清净的语业啊，来帮助众生啊，心开意解嘛。啊，所以呢，如果守口业的清净，也能够放光明的。啊，深夜清净是不是深夜就能够放光明？啊，当然，关键还是什么意业的领导了哈。好，所以呢，这里接着就讲，就如同经中所说的，说如果我们心清净，啊，那跟优劣的程度，啊，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清净，我们是不是也是从杂染，从哎，先要转迷起悟，然后才能够转染成净嘛，哈，所以在过程中就难免有优劣，所以光，啊，所以放的光也有上中下的什么的这种程度的差别，啊，那比方到了二禅，啊，这个初禅是梵天，二禅呢就属于什么光天，啊，会有少光天，啊，无量光天跟光印天，啊，这个少光天就好像那个光天的臣子，无量光天就是这个属于光天的百姓，到少光印天呢等于是啊，这个光天的这个国，哎，算是领导者了，哦，其实都有不同的，它一样是有一点还是有组织的哈，所以会有少光、大光跟光阴，哦，他们也是都不断的在放光啊，这个都还只是二禅哦，就能够放光啊，那欲界诸天呢啊，那么也因为心清净不失持戒，所以呢啊，就算在欲界的诸天呢，其实他也身有光明了，他还是会有光明，因为要升到这个天界，是不是一定要有善业啊？哦，要有相当的善业。那这种善业从哪里来？从布施持戒，啊，布施持戒，他也必须是持戒的，啊，必须是善业，他是不是才能够投生在欲界天？哦，那他跟色界天呢就差在怎样，没有修定，没有修定，他一样可以到天界，但是只能到什么欲界天，哦，但是起码他这个，哦，因为修了福报，修了福报，哦，所以他心清净不失持戒，所以他的身是不是就自然会放光啊，哦，好，所以这是身业清净，哦，本身就能放光，过程中都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果位低当然放不了光，到圣者以上就逐渐怎样能够放光，哦，那个光的光明的程度是不是就越向上，它的光明的程度 越炽盛啊，到成佛那当然就进虚空界，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哦，布施供养，哦，这种光明的，哦，明净光明清净的东西，好物品啊，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复次，有人因为怜悯众生的缘故，啊，那众生在这种啊贫穷幽暗之处，那么有人哈，啊，因为他有慈悲心，所以愿意为他们怎样燃灯，啊，甚至呢也愿意来供养尊像，啊，佛菩萨像，还有呢造塔。哦，那么这个造寺等等，是不是就让三宝能够具足，哦，在人间来讲的话，三宝具足的地方是不是就会充满了光明啊，哦，智慧本身是光明的，哦，三宝呢那么充满了光明，也充满了温暖，那也是充满了力量，
好，所以呢，在一方面哈，这等于说，我们如果下过这样子的因缘，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那样子的果报啊？哈，那下的因缘就是燃灯啦、啊，哦，供养尊像啊，造塔、啊、造寺，哦，还有呢，就是用明珠，哈、哦，用光明的这种摩尼宝珠。或者互相哈，就等于开门窗，就比方这就像在房，在这个在房屋当中，如果我们开了窗子的话，那个阳光是不是就能够照射进来啊？或者装了明镜等明啊光明清净物品的布施的缘故啊，所以呢，他所获得的果报。啊、哦，身，我们的身是我们的正报啊，哦，而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什么依报，都，我们看我们此生的正报依报啊、哦，我们的色身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就知道我们过去世所造的因缘，是不是就是果报的现前啊？哦。所以呢，过去如果造过这些哈、啊、明供养哈、啊、布施供养明光明清净的物品的话，那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能够成就他正报的光明啊？啊，正报的光明，好、啊，好。那第三呢，瓜胡三哈、啊、说常修慈心，啊，那慈悲心，所有的慈悲心就是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而想到更多的众生。片念众生、哦、乃至用很清净的心、哦、这个因为心清净的缘故，所以才能够有慈悲心去片念众生、啊、如果我们、哦、这个自私杂染的话呢，会觉得没有余力啊，够自己都别、哦、都别护啊，对不对？他就会觉得没有余力去想到别人、哦、那当然我们因为果位低的话，杂染重，常常就陷在这样的一个窘境当中，所以我们说要逐渐去放下执着，是不是才能够向上提升？向上提升呢，是向着清净光明的方向来努力啊。好，好，那再加上，好，能够修的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我们念佛，啊，透过念佛也能够入定，因为心一净性。哦、让我们的心能够怎样安住在一个境界上头，安住在佛号或者佛像上面、哦、禅净双修的话，那么、哦、这个也能够怎样得生的光明、哦、我们念的不仅是佛号佛像，乃至念佛的光明神德的缘故，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也能够获得的是我们生的什么光明、哦、因为因缘上所下的是光明的因缘，我们获得的果报是不是自然就会光明、哦、所以所谓的光明真的是是不是也都是靠着我们的修行而获得的，那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下因缘嘛，点滴是不是全都露啊、哦、等到成熟的时候它自然会现前的、哦、好，那第四啊、哦，这个复次啊，哈、啊，如果修行者常修的叫火一切入，啊，这个一切入就是片处啊，十片处，地水火风啊，种种哈、啊，那这里所修的是火片处，火片处，啊，有十片处哈、啊，那所修的是十片处里面的火片处，啊，那。当然修了火片处，火本身是不是也有光明的特质啊？好、啊，再加上又修了智慧，智慧也是有光明的特质，慈悲有温暖的特质、啊、那信仰有什么？有力量，我们的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去突破隔音之谜啊，累劫宿世可以、啊、成熟相续啊。啊，那所以呢，修智慧的话也能够获得光明、哦、那透过智慧我们、哦、根据佛法我们能够有机会教化愚暗邪见的众生、啊哦、众生陷落在愚痴无明黑暗当中，我们透过佛法的光明是不是也可以点燃他的心灯啊、
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业力因缘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所获得的是什么？心中的智慧光明。不仅心啊本身有智慧光明，我们的身本身是不是就身就是一个果报了？啊，它本身也会有光明的，所以如是等业力因缘呢，是不是也都能够获得身的光啊，身光的清净啊？好，所以这一段所说的啊，就等于说，我们如果想要持着啊光明啊发的愿，是希望能够光明普照所有一切世界啊，能够啊让这个中间暗处也啊，就算中间暗处是日月所不照的话呢，那么起码我们透过修行者本身，是不是也可以去光照周边的人呢、啊？好，那从小小的光照啊，这个光明片照，到慢慢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嘛。好，欲持光明普照者，那是不是还是要学的般若波罗蜜？般若啊，是智慧的泉源啊。啊，透过因缘法是智慧的来源，对不对？啊，所以呢，所学般若哈，会有诸多的好处啊，啊，诸多的这种心愿的达成，好、啊，而且是这个如法的，啊，这个完全能够相应于佛法，啊，走在这种成佛的道路上头，不断的向上提升的。好、啊，好，那第六。啊，大写的六，啊，说这个有的世界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啊，整个宇宙当中是不是无量无数的世界？有的世界有佛，啊，有的世界没有佛，啊，没有三宝，有的世界是具有三宝的，但是有的世界是不是都没有，连三宝都没有？那当然也没有三宝的名啊，好、啊。所以呢，这里经文就讲十方如同恒河沙等、哦、如此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哦、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有三宝的、哦、有一些世界是无三宝的、哦、乃至没有三宝之名啊，所以它是无佛名法名僧名啊。那这样的世界它没有三宝、哦、却是呢，如果发大心大愿者的这种菩萨摩诃萨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希望所有一切众生皆得正见、啊、能够听闻三宝音者的话，那么、啊、也要怎样，也当学般若了才能够去完成 啊， 啊，这个也等于是开荒垦拓啊，对不对？有一些是、哦、在县城有三宝的地方继续修行哦、那能力 更大的人、哦、更大的菩萨，他是不是没有三宝要让他、哦、这个逐渐 具有什么三宝的因缘，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努力的、哦、一样是可以透过努力。那因为有三宝才能够让众生得、哦、皆得什么正见、哦、因为获得光明嘛，智慧是不是有光明的特质啊？所谓的智慧就是要正知正见嘛，啊，能够听闻到三宝的音声，啊，那么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啊，好，那在论啊的本文这里就讲到啊，也就是说菩萨啊，他可能在啊，比方一个这个荒芜之地啊，啊，他先前没有任何的佛法乃至塔寺、啊、因为没有塔寺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僧啊？不仅没有佛宝法宝，也没有僧宝的地方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首先他就要从这当中去起塔、啊、去造塔呀。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业力因缘，所以他后生呢就能够得力成就，因为下善的因缘，是不是就能够得到福报？好，那于好前面是因为没有塔寺，所以他去造塔寺。那后来哈，那还有呢，就在无佛法众处呢，那么来赞叹三宝。啊，没有佛法生三宝的地方呢，那么开始来赞叹三宝。
赞叹三宝，来让众生入于正见，让具有三宝的因缘逐渐怎样能够成熟，是不是也能够这个，所以所谓的无不是不变的无啊，只要因缘和合，是不是还是可以有这个无是不是还可以变成有，但是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啊，有如果努力不足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圆灭啊，一样也会圆灭，所以就算无，那可能是暂时的因缘不和合，那如果有人有菩萨发大心，是不是都有可能去开荒垦拓无中生有的那所以呢，尤其在无三宝之处来让那个地方有三宝主要就是希望令众生入于什么正见啊就如同经典说，如果有人于仙无塔佛塔的国度当中，那就要去怎样修立塔庙得到的是梵福德梵名无量福德也就是说所获得的是清净的福德，也因为清净所以是无量的福德那这种无量的福德呢，在我们注脚的十三下面注脚十三然后说有四种，有四梵之福，有没有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未曾起偷泊处这就是 stupa 就是那个佛塔偷泊呢就是佛塔那么当中没有塔寺的地方，我们能够去起什么塔寺那么这是为什么初犯之福四犯当中的第一个第一犯之福地然后呢第二受犯受犯之福来讲的话呢，是所谓的能够怎样补智故事，也等于说原先已经有塔寺，但是已经破旧不堪，那我们来修补它因为破旧不堪可能已经没有僧众住在里面了，如果把它修好，是不是就有可能有僧众来住持那个地方那这是第二第二犯之福。第三呢已经有四众在那里头了，有僧宝在里头确实可能有所引起了一些争端，而我们有人有菩萨呢去发心去让他们能够和合那这个功德是不是也很大来和合圣众好不容易本来没有塔寺，我们去建塔寺，对不对？让三宝聚合或者老寺老的塔寺没有僧宝，我们让他能够好好的去把这个老庙旧庙给他修好，是不是让僧宝进驻但是僧宝进驻呢，万一不和合那你要当个和事佬去尽量的让这个僧宝能够和合相处，这是第三个第三受犯之福那第四呢那僧宝都已经非常和合共住的话，是不是就要勤转法轮啊诸天世人就要劝什么劝僧宝来怎样转法轮利益众生嘛，那这是什么第四受犯之福好，所以我们回到第975页所以修利塔庙是不是能够得犯福德啊梵名无量福德，梵本身就是清净的意思，也因为清净所如何能够清净，无所求才叫做清净，也因为无所求它可以无量，我们有所求是不是就有量啊，就看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有限有量，无所求反而量才会大，福德也会大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即得什么禅定这个急呢是等于很快速的那个急的意思就很快就能够获得禅定那能够获得禅定的话呢，就能够怎样得无量的神通，
那也因为无量的神通，所以他就有能力到十方，啊，这个等于超越了这个空间的束缚，他是不是可以到十方去赞叹三宝啊？去护持三宝，护念三宝，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让从无三宝之处能够逐渐有三宝，啊，无三宝之处啊，是慢慢慢慢点点滴滴的去怎样让因缘和合嘛，是不是啊？也不是不可能这个一处啊即成啊，是不是也是点点滴滴啊？从没有塔寺，让它有塔寺，有塔寺已经破旧，要去修理它啊，来让那里能够有生宝，生宝不和合，我们是不是要去劝诱哈，去等于是让去和合生众啊，让生众安心住在那个地方，去护持啊，去护持啊之外，那么更是要啊能够这个勤转法轮，是不是就有生宝在的话啊，希望生宝能够怎样住持正法，是不是就要能够转法轮，转正法轮嘛？好，那这样子的菩萨，他因为修了诸多的福德因缘的关系，所以他很容易成就什么禅定。好，那往往神通是先透过禅定来的。好，那一旦有神通呢，他也可以超越空间啊，到十方去怎样赞叹三宝啊？好。好，那第二个呢，来解释正见。哦，所谓的正见，就是要能够信三宝，啊，信业力的，啊，信业力因缘果报的意思啊，啊，信相信怎样有福有托啊，啊，所以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啊，就讲到八正道，啊，八正道是三圣共法。也就是要能够哈，以声闻缘觉跟菩萨，尤其声闻当机者啊，要求的是出离世间，出离生死束缚啊，那么的解脱道来讲的话，是要八正道。但是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菩萨道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要在世间里头啊？好，所以第一个阶段叫做人天圣法嘛，哈，人天圣法里头要先四个正见，好，在八正道里头，先正见跟正命，正见正命，先求两个正道，正见跟正命。何谓正命呢？啊，因为我们菩萨啊，在世间难免啊，这个要养家活口，对不对？所获得的啊，仰赖的经济来源不能是造什么造恶业来的，必须是守五戒来的，叫做正命。啊，起码我保有人生的资格啊。啊，那之外就是一个正见，正见呢，那么有四个正见，对不对？要懂得如何分辨善恶，啊，知道有因缘业力，对不对？啊。要知道有哈，这个要知善恶啊，要知道因缘业力，要知道有前后生，要知道有凡圣境。我们是凡夫啊，我们的这个如何能够超凡入圣？这是不是要透过累劫宿世的？所以要有前后生的观念。那一旦有前后生的观念的话啊，我们每一辈子其实都是果报嘛。那这些果报是不是都从前面的因缘来的？所以要知道因缘果报。那至于这些因缘何为善何为恶因缘，是不是也很重要啊？啊，所以呢啊，这里的正见其实也不离这四个啊。所以呢，首先就是要怎样啊，如果刚开始啊，如果先前不认识三宝的功德的话，那么啊，所谓正见呢啊，所谓的正见就是要先怎样，要能够理解三宝的功德，也因为菩萨的缘故，所以他能够怎样信三宝，哦，透过善恶因缘前后生凡圣境，知道修行的可贵，
那修行是不是就要依据什么依法而来？但是法不可能独存，是不是也要有佛陀的出现才有法的流传，乃至有僧宝来怎样住持正法？所以还要信三宝也才能够信因缘业力啊果报。也因为信因缘业力果报的缘故呢，那么我们就会相信所谓的世间是束缚的，出世间是解脱的知道生死当中生死苦海嘛，我们是不是想要超脱生死，超这个解脱生死啊这就是所谓的正见所以呢，那么就得要怎样好好的来赞叹三宝，护持三宝就如同八念当中所说的。所以八念当中里面前面三个念是不是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有没有这个舍就是布施的意思念戒、念舍、念施、念天平常讲六念，八念再加一个念什么出入息，活着的时候出入息，但是我们不是永远都有出入息，是不是还要念死啊？终究有一天我没有出入息了，是不是就要念死啊？这个叫做八念。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